怎么了？给你带了一个可视门禁，把这个安在门上，就能看到门外的动静了。这不就是猫眼吗？还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可以连接到你的手机，只要有人在你门口停留超过10秒钟，它就会在手机上提示。还有，如果有人再来你门口踩点，你就都能知道了。那我要是不在家怎么办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也可以连接我的手机。这个听起来好像怪怪的，哪里怪？跟抓小三神器似的。我有这么猥琐吗？还有这个漏水报警器，只要漏水超过3秒钟，就会自动报警。哦，对了，哎，还有这个，可以防身用。你应该会用吧？你真好，真让人感动，准备的真周全，让我想起了一些特别特别感人的回忆。什么回忆呀？我小时候去夏令营，我奶奶也是这么把东西一个一个塞给我的。当时那好像也有这根棍子，我好像拿别不起回来。忆了，睡觉去吧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不会吧，这就要拥抱了，进度条直接拉满啊！想什么呢？不重啊！来，工牌。顾总好，顾总嗨，千灵，嗨，千灵，千，入职快乐，千灵。哦，谢谢。这个花儿，哎，这个花儿我特意挑的，是不是很好看？挺好看的，谢谢。哎，还有这海报，我选了一个晚上，是不是很可爱？这张照片。是啊。蛮可爱的，很可爱，对吧？我其实昨天晚上跳了一整晚。谢谢，你喜欢就好。上。苏正的审美挺独特的啊。你喜欢啊？那咱们两个的赌约，你没忘吧？开玩笑，我是那种不遵守赌约的人吗？说吧。我想让你陪我去个地方，时间地点我来定。不会是要约会吧？约会就约会，谁怕谁？好啊。怎么了？那个，我家锁好像坏了。锁坏了？应该是没电了。我本来想出去住酒店的，但是身份证也在里面。先去我家将就一下吧。穿这双吧。居然有女生妥协，我喜欢穿大一点的。
撞墙你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怎么这么烫？过去就是买包高粉。站过来。本能性是吧？你要给他再早一点，还早，再早一点，再早一点，应该是在这个样。不许你的笑看，我的腹肌，不许你的笑看，不许。这个好。你不是已经有一本了吗？奇怪了，买一本，收藏一本。你给我。要倒啊。是这里这个年龄要给下的啊。好好。好。三二一，开始。3 2 1，幸好我遇到了千灵，他是包。干掉了是吗？好，停。好。加掉了一个，去看看，我看看掉的。哎。两位来看一下。没事，啥事没有啊，啥事没有，就是都是我应该做的，啥事没有，啥事没有。